欢迎收看今天的神州新闻，我是今天的主播啾啾。现在的交友软体随处可见，但边谈恋爱又能闯荡江湖的游戏，您一定没有见过吧？全新推出的《遇见神州》手游，带给您更亲密、更开放的社交体验，成为了时下最流行的交友神器。游戏成绩非常的好，也准备进军韩国市场。遇见宿命，遇见你，遇见神州。